包括了月亮代表我的心、小城故事以及甜蜜蜜。相信邓丽君小姐忠实的歌迷应该知道，她毕业于芦洲国小，因此舞台上这些小朋友都是邓丽君小姐的小小学弟妹。他们是利用课余的时间为表演练习，就是为了站在舞台上跟学姐致敬，表达怀念之情。